何必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有时落，风云海运总爱朝起江来行，上天注定，吃苦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像着我这两下摆以来，都是跟我老爸两个人伫咧相依为命。我阿母无好，煞着离开这个世界，敢若单靠我一个人。阮老爸对我真好嘛，真照顾，事事项项拢是替我伫咧拍牌，伫咧担忧，拢也免让我烦恼啥物。也不过啊，阮老爸已经是有岁啊，我是厝内底高后生，我若是要为伊煞着个生活替伊担担保的责任嘛。阮老爸都唔肯，要讲阮阿爸实在真害呢。阮住在这庄啊吼，大家拢无讲介好命啊，厝边隔壁拢会拍招呼。啊，若是哦要去做茶，也是要去做工课吼，大家拢会讲啊，讲阮老爸伊明明就是一个查甫的，面书讲佫是一个查甫人同款啦。我拢阿娘讲的时候，拢讲我感觉足歹势啦。我讲人面是女体呢，啊，我是伊个后生，阮两个个性哪会差遮尔济？也毋过阮老爸真正吼真伟大呢，无老母，伊父兼母亲哦，甲我照顾啊真好啊。我想讲哦，今仔日天气遮尔啊清好，要来去山顶采一寡茶，来落街来去卖，卖到有钱倒转来，加减我补贴厝内底，我甲阮老爸叫出来，请伊出来，甲伊参详一下阿弟啊。来啊来啊！阿爸。哎呀，辛苦你啊！啊，你叫阿爸是要创啥啦？阿爸，你的枕头要变卖变安尼安尼安尼，安尼好可怜哦，就袂自在呢。阿爸习惯啦。阿爸，那现在较查甫囝起来，讲话要创啥？你安尼背安尼背吼，咱厝边头尾哦拢甲咱笑呢。好啦，还是你笑啥？我个性本来就是安尼啊啦。袂啊，你家看啦，连你哦敢无敢看，你的喙手嘛我是输输啊，娘娘，你根本就平常无叫笑，真怪啦。袂啦，厝边头尾拢嘛知阿爸。阿爸，你是手嘛那个比啊无？那比五支，你嘛比两支三支啊？你叫阿爸要创啥？阿爸，你家看，前几工哦，拢阮落雨打雨啊，啊咱若拢无去做啥，就无通趁钱啊。我想讲哦，今仔日头先你阿妹。遐树根吼，应该拢真重，我要来去山顶做啥？哎呦，千万唔通吼，遐去山顶，遐是足危险，遐咱个门卡靠要查，着找找着好啊！哎呦，阿爸，咱门卡靠遐是树根嘞啊哈，遐一树根啊，尔尔，遐唔免错，该用压力都断啊，迄种物件去买，哪有人要买啦？阿爸意思就是讲，我要让你去山顶，万尾也去撞着危险，不是要安怎啦？阿爸，我知你真疼惜我，厝内底吼，要做的吼，要担的，要担的吼，工课你拢捡捡做，你拢唔甘我来做。啊，不过你爱知影，我是你的后生，我大汉人话，我照顾你，这嘛是应该啦。对啦，阿囝，你有这个好心哦，阿爸拢知影啦。啊，一定开始要去山顶哦。啊，无阿爸，咱等那边啊人老无通食，像咱爸仔囝相对上安尼，敢袂饱？安尼嘛是袂用的。好啦好啦，阿爸答应啦，较细腻啊，去休息个。我来去啊，穿鞋子等我者。阿爱较细腻，你莫让阿爸烦恼啦。哎呦，阿爸，阿我已经了大汉啦啦，我需要我照顾家己，绝对是你啦。你安尼有欠两内都好个，拢欠要我吃。你家己拢安尼无通吃，你食个老豆叫营养不良个。哎呦，啊无欠无你，是要欠无啥物啦？啊，毋过啊，爸仔囝啊，就是天性，有我才有你，有你就有我。你若无好健康个身体，后盖我是要安怎有效哩？我知影，你个好心我拢了解啦。阿爸，你时间无错啊，我来叫你继续，我叫你来去。好，再见。我做你妈，再见。